我看到你们跳的时候觉得真的好，但是好像没有那么好，你们也懂得，姐也跳过连的对吧，今天真的把我吓到了，你们跳得太好了，完全没有瑕疵，而且今天我注意到每一个学员跳得都特好，还有那个李洛儿再说你一遍，他真的混在里面你都看不出来呀，他完全不会跳舞的，真的太好了，我给你们磕个头。谢谢金姐。不要！我的妈呀！男团舞太难了，你们是最棒的。我感觉到丽娃是个很好的老师，就他真的有本事把那个叫李洛尔的弄到在里面直接看不见。这个技术是什么技术啊，这个老师真的是太棒了，我1000个赞给他点。我都有一种想法说，哎，如果他要是在国内的话，是不是可以请他上堂课呀？力丸太强了，你是艺人的状态，其他学员我觉得需要向力丸学习的是，大家都可能有一个状态是，哦，我在走位置，哦，我下一个位置要去哪儿，而力丸非常自信，他非常游刃有余，我觉得这个很重要。然后刘宇我非常喜欢，一开始你选连的时候我当时还想象不到，因为我会觉得你可能比较适合去国风组嘛，但是今天看到我很开心，我觉得你融合得很好。对，谢谢老师。运鹏，我看到你进步很大，创造营还有很多很强的哥哥们，我觉得趁这个机会多向他们学习，只要你努力，你可以做到的。好的。对。康熙。So Lit, I think your group killed the performance. I think you really took the atmosphere. The stage was yours, and then I really felt the emotion of, like, look at us. This is what we can do. And I think there was something which you really took my attention and the audience's attention. So a big, big well done.谢谢光熙，谢谢老师们的点评。本轮公演的撑腰结果已经出来，两支队伍的撑腰王分别。